美國同我哋國家之間啊，喺博弈方面，其實啊開始都開始咗係一段長嘅時間。從美國啊宣布將佢嘅重點啊翻翻嚟亞太區，以及派駐一啲船隻啊，佢哋嘅軍艦喺度巡邏啊，以及參與啊支持好多台灣嘅事務咧，都睇到咧啊已經係好針對我哋國家嘅。而今次啊，對我哋作出任何喺呢方面嘅干預咧，我哋係非常反對嘅。喺一啲大是大非嘅事情裏邊咧，啊，嘗試去用任何措施去壓制或者去威逼特區嘅啊官員咧，我覺得咧係唔會成功嘅，因為我哋係相信我哋自己做嘅事情咧係正確嘅，而我哋係喺一國兩制之下所做嘅事情咧，都係符合基本法啊所啊要求我哋特區喺落實基本法裏邊所做嘅嘢嘅。咁有關而家準備制定嘅法律去處理啊幾個國家安全嘅行為同埋活動咧，喺我哋特區嘅部署方面，喺條文未出嚟咧，當然真真正正嗰個運作啊、責任同埋關係係點咧，係要等條文出嚟先知嘅。但係條文一頒布就生效啦，所以喺呢個階段啊，我哋必須要作出一啲啊研究同埋部署，包括需唔需要去設立一個特別部門，呢個係我哋要研究嘅。第二啊，需要幾多人手？第三，需要呢啲人嘅素質係啲乜嘢？以及警隊或者其他執法部門，佢哋應該點樣配合或者合作？